咱小时候，这个带着拿出去，这车子太贵，他那儿有的上网啊，这个窗户。你窗户是换过是呗？我不太清楚。体量，那不行。你这个玩意儿是拆玻璃的呗？不是我们装的。不是您装的。嗯。这怎么来着？这出不去，往后看。咱们都拆。好这么紧紧啊！把空调给我开一下。那个遥控器在柴机上。插电了吗？嗯，插电了。没反应啊。哎。那是那个遥控器没电了。小嘴儿，那就不知道咋回事了。我是把屋里的那个遥控器拿出来了。
嗯，对，一屋。
你们还多少时间？我上啊。不，都是。行，放这儿吧，这可以刷一下吧。我先放这儿去。我刷刷它，放回去没事吧？没事，我先刷刷。我刷刷吧。